祝你生日快乐 ，Summer 生日快乐！啊，生日太好了，还给我准备了生日蛋糕。客气什么？谁叫我们是好朋友呀？哎，等一下，忘了插蜡烛了，重新来，重新来，重新来。No. 哎，没事没事，这个氛围就挺好的嘛，没事的。哎，乱说什么？哪有蛋糕没有生日蜡烛的？重来重来重来，必须来。怎么样，这么开心吗？这么好。马叔叔，你看感动的说不出话来了。没事没事，赶紧吃，赶紧吹蜡烛许愿吧。头发着火了。什么？我头发着火了？我头发着，我头发着火了。身体着火的时候千万别慌张，火是因为有空气才能燃烧，如果因为太过于惊慌而使劲抖动身体或者逃跑的话，会加快空气流通，从而助长火势，非常危险。对，像这样遮住眼睛和嘴巴，将身体在地上来回滚动，直至火焰熄灭为止。幸好没事。马叔，你没受伤吧？没有。我都跟你讲了，没有大人的时候不要玩火，你看吧，差点出大事了。我知道，我以后会注意的。但我感觉我现在的头好重啊。咱们先去医院看看你有没有受伤。之后再去理发店。理发店？干嘛要去理发店？小林日常规范：身体着火时不需慌张，可以在地上来回滚动灭火。